要问一下，因为你这个猪头说，然后蒋万安就说要你不要人身攻击。我讲的内容应该是非常我算是应该在评论说大家应该都要努力而不是靠着别人或者是说影响别人。我想蒋委员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嘛，所以不用太我不想说是对号入座，因为我讲应该是大家都要努力，不是吗？如果你不努力才会有这个问题。黄副不好意思，想再问一下，因为这个李彦秀前立委他也在脸书上批评，他认为你是为了争市长宝座才戴上假面具，你怎么看他这样子？哪个立委？李彦秀。哎呦，是跟你同选区的。每个人的意见我们都尊重嘛，就大家各自把自己的各自的事情做好。像怎么看说，就是蒋万安啊，就针对猪头这件事，他特别说希望不要人身攻击，你会觉得这样子看起来这个蓝白合是不太可能？哎，其实人都事先哦。那学位哦，不要对号入座，但是有很多东西就要一笑置之啊，或什么，这才比较高明的处理方式。